哎，这场二狗有机会。对面是方寸武装，主战方这边女儿方寸一三速，对面狮驼拔木，关城也是狮驼拔木，有机会。狮驼魔王，我操！对面也是狮驼魔王一三速，大家都是狮驼魔王一三速。两边，我这啥意思啊？紫禁城有人在播吗？我看大飞在不在播紫禁城啊？大飞在播紫禁城的话，咱们就看这。哦，大飞在播，大飞是不是在播紫禁城？大飞在播紫禁城吗？哦，是啊，那我们看这个吧啊，我给你们开互动啊，这 PK 比较有意思一点。咱们来看一下啊。这场 PK 啊，双方是这个阵容上面是女儿方寸跟方寸武装，主战方这边是上了女儿村跟方寸两张曼珠卡，并且拿到了全场的一三速。那么女儿速度肯定是比对面方寸快的，连雾清波直接圈女儿，圈武装，对面武装非常抗风啊，圈撞。那么主战方那边狮驼岭的变身被套，对战方狮驼岭没有野兽，催眠给法系命中 ，OK。对战方也封法系没有撞，武装水封了 ，OK 啊，人开可以。对战方清静打了，清静打给了对面方寸，确保方寸下把分身，而且对面方寸下回合就自动解封啊，平砍点半天没有出啊，有高飞行可能，对吧？这死亡宝宝质量比较好，咔咔死亡宝宝质量肯定是比较好。魔王直接是牛劲打起，准备冲刺 ，OK， 这宝宝躲避超高啊，躲避超高，2900，魔王带了一只法防，对战方也是一只法防，黑色童子。小魔王牛劲已经打起来了，这场 PK 打得有点暴力，因为两边都是狮驼魔王啊，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暴力的。二狗的第一波宝宝还是不错的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对战方宝宝拍过来，对吧？数据也不是特别的好看。那么力劈集中，直火清法防，对战方壁垒的清力劈3000，还有一只直接走你，对战方二号宝刚神过了，滚！开始了是吧？你说。好，再圈武装命中啊 ，OK， 催眠再给狮驼，可以又中 ，nice， 这几把封印非常的舒服，关键是有封系速度啊，颠倒五行，对战方只能用颠倒五行来抗风，对面点的五行之化啊，对面点的五行之化，五行之化是非常抗风的，有这个提高了一个法术的躲避的一个几率，直接飞鸟走石秒5000啊，爆炸，对面狮驼令秒醒，催眠狮驼令秒醒，神佑可以1:1啊1:2。主战方那边神一只，对面神两只，那批巨清法防，法防应该是防御啊，法防总防御。好，再拍睡。那么主战这边那批巨集火，那么法防总直接防御，那还不如壁垒巨清宠啊，法防总防御批1000都批不动。两边魔王带的都是法防总，主视角边那批疯狂集火啊，但是还是没有清掉。那么主战这边现在狮驼岭也是变身野兽全部搞定。那么法防总可以给自己顶大劲，魔王巨群秒，主战方这边魔王的一个输出其实非常高的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场 PK 的话，就但凡两边有一边啊能够出到一个星元的话，不论哪边都扛不住的，就是你魔王出星元也好，狮驼岭出星元也好，输出环境比较好，两个输出全部打出去的话，不管是谁啊，即便你是真宝哥，你也不一定扛得住，说实话。女儿直接精心抗风，那么对战方方寸催眠普陀，那么抗风风不中，再给催眠魔王再中 ，OK， 对面放下一下，石头里没有放下，扛不住，伤害比较高，电刀五行，对战方普陀可能有把怒，主战方那边普陀也是有辅助速度，好，普陀给自己补的了，刚被秒了5000，好，世博买宠2800，对面宝宝可能也是防很多进货的防御了，这个数据，再拍法系40点血开醒。魔火焚噬43000，宝宝直接炸飞。那么从这个血量上面来看的话，下巴直接可以飞机了，实际上啊，但是二狗对吧？这个血量很舒服啊。135速再劈这个法防要劈掉，不能让他顶血。法防差一丝，力劈再跟上，这个要飞，这个要飞，一定要飞，滚，可以，滚了。
现在主战方这边血量非常的好啊，非常好。对战方的话，宝宝被连续被清，魔王的一个输出非常爆炸，奇塔催眠输虫命中 ，OK。方寸落魄法系，你直边落魄中了，你输出啊、有金青，对面武装有金青，那么青青直接推出去，对战方，主战方这边也是打青青。啊，平坦涨漫天1700，珍宝的宝宝加的非常的烂啊！对面也开始应激，毕竟主战方这边两张慢珠卡，我操，这方寸抗性太差了，怎么伤害好高啊？六，对，扛不住输出啊！啊，这他妈扛不住输出啊！女儿起来可以喝酒，方寸抗性太差了。飞过来6000多，这个 PK 如果这个 PK 他选择这样去飞的话，这个 PK 的节奏可能会打得特别快。啊，笑了一把，狮驼的确是有怒的。啊，开魔王，狮驼没放。啊，但狮驼破血了，破血被笑，4000。魔王两边魔王那个数据的话都比较猛，我操，这个狮驼你太猛了，扛不住。虽然有分析速度，但是狮驼魔王他的两个输出的伤害太高了，一波面伤打的主战方这边有点难受。女儿拉起来喝个酒，喝酒进清，怒还是得接啊，罗汉还是得接，你不能就太依靠去打这个面伤输出，你罗汉还是得去接的。不知道主战方这边女儿应该会选择去进清，因为。观战这边普陀是一个被封印的状态，那么金青掉了可以解掉，并且可以把这个血灯补起来，魔王的宝宝是可以顶个大金的啊。对面很可能又是一波飞机，很可能又是一波飞机，对面魔王都不出宠，方村一把被暴击8000，观战兵女儿被暴击8000。两次暴击8000直接人倒，哼，这狮驼魔王的这个现在这两个输出是啊，太过于爆炸。但是你别看对面啊，他同样也怕你飞秒，对面先开始飞秒，其实对战方同样也怕你飞秒，就看谁先飞秒，对吧？你先飞秒，你就有优势。顺势而为，风普陀，那这一招是肯定的。方寸接罗汉，方寸有分身里面的罗汉，那一定能够接得出来。普陀这回合是动不了了啊，对面武装也不能封，因为你女儿金青啊。普陀立盾，也知道你会顺势我。对战方普陀也金，对面狮驼令我把超飞，顶大金，超飞3000，扛得住。再贴啊，和刚才打雪山一样，你伤害面伤过高，那么我就用宝宝去贴，撕血苟住。这个法防要神啊，这法防神一下很舒服啊。其实他飞宝宝啊，伤害还好，就是两张慢珠卡有点不太扛得住。绿，这法防没事。这里皮是跟的法防，900。对面绿皮先出手，主战方这边顶回春啊，那还有一个宝宝会拉起主战方这边的一个石头。好，拉起来 ，OK， 也是走一把阴击，5000，3900，3800。你看他抗性其实也不好的，一般般，对吧？他抗性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，对不对？好，女儿直接三飘，没有命中。啊，荆棘继续出配速，小四海能顶一个，被顺势了也没办法。这把三飘没有中魔王，对面狮驼岭休息，主战方这边狮驼岭也休息。法师继续拿一只怒吼宠啊，对面法师也出宠了，你有罗汉不准备秒。那么下回合主战方这边普陀是可以去点灯了啊，女儿的上限暂时回了一回，800腾挪。小四海这位前期虽然被他一波输出，这宝宝自动啊，被他一波输出打得比较血比较残，但是怎么说呢，因为这种 PK 还是前期嘛，大家要都比较多，这回合主战方这边两只配速啊，两只配速。灵动要打啊，对战方也没有灵动了，也要打灵动。
好，骑士人扛领飞机啊，感觉他要飞。好，套石头没有中，给了少林法系。那么这回合法系应该是被笑掉了，我觉得很可能。好，给石头也顶小三。好，破血清爽了，没有选择去直接飞。这法方从出来就被抢，感谢168阿金兄弟送的。哦，别省了，神又很伤了。这边魔王要输出要爆炸，对面法师进行，关键的面法师其实也有进行，被笑，关键法师被进行被笑，斧头被水，打这种 PK 的你就法防宠就比较的有那个比较需要法防，也就是说法防宠作用很关键，你看斧头又被水，没有去拍，血灯补不上来，主战方这边你血灯补不上，你的血量永远是残的，对吧？对面飞秒过来你还是扛不住。这把罗汉没有，好，再飘飘中两个输出，那么武装这回合我又有金青，他的输出节奏太好，方寸继续补宠，好，贝玉小斯坦大死亡控上线。继续走阴击，那么可以飞到石头，刚好是飞到石头，哦，飞不到，两只配速好像是，哦，飞不到，还行，啊，石头里没死，秒过去对面宝宝，对面宝宝质量是真的好，800，有护盾，石头里站住了，那么随着女儿脚要有塔，又受了几回合输出的话，女儿的愤怒金青点可能会，哦，还是被。壁垒随机死，随机死。其实二狗是赌对了，二狗赌他不会上双师徒，果然他也没上。但是两张曼珠卡的确扛对面那个石头岭啊，有点吃力，有点累。方寸的怒跟女儿的怒啊，可能都差不多。可能都差不多。啊，女儿还不够，女儿有金青的话，这把应该放。哎，一二速关战这边，关这边一二速。留言补方寸。配速顶了大金，再给女儿顶。啊，继续全秒二号宝宝飞，二号宝宝扛不住，你魔王得压血线啊，魔王一定得压血线，你这血线压不住不行。那么你压了血线之后，你才有机会对吧？用一波飞秒打把对面打崩，你血线压不住啊，肯定是不行的。给法王柱顶血，啊，回春再顶，因为这时候点灯点不起来，石头令拉起来很可能继续飞机的。果然，3700点了二号飞的，3600，2400再飞3000，啊，石头令是防御了。2600弹甲，两边石头岭都是没有去叠漫天的。主战方那边普陀现在差一把灵动，灵动还是差距比较大的。对面石头岭没有变身，关在这边石头岭也没有变身，两边石头全部没有变身。普陀这把灯啊，要双灯出来，灯到石头跟女儿身上，对吧？魔王可以选择再出宝宝啊，金青可以，女儿够了，女儿够的话，方寸肯定也够，笑方寸，方寸肯定也够，但方寸没放，可以。方寸也够了，但是你要放的话，我要放肯定是选择安全的去放，怎么样放才最安全，就是我在分身里面放其实是最安全，所以要放在分身里面放，他先分身，如果你这把不效果的话，下把我方寸就罗汉，那么主战方这边现在女儿的愤怒点是清空的，然后对战方的主战方这边方寸是被效果还是不够，飞刀走势再秒2900还能接受啊，这个数据主战方这边先法防宠法防阵，咱们下午的这个看一下啊，下午的这个人气票的抽奖看一下啊，啊，68下午场，不让我抽奖是吧？
大家可以边看比赛边送这个冷气票参与这个下午茶的抽奖。关这边血量慢慢的起来了，试波魔王也再打起牛劲，先立孩子直接招出来。那么主战方这边是法防阵，所以说对战方立屁要来破，可以这宝宝防御了。我操，根本不这避雷打太多，对战方清宝宝都是避雷立劈，所以说他混合了一些避雷一些立劈的，你防御也不太好防得住。那么主战方这边也有两只立劈，2300，那避雷防御加的比较高，血倒是不是特别多。因为对战方有武装的小血灯嘛，再加上普陀的血灯，所以说他的血量回起来还是比较快的。狮驼这把被睡，对战方双输出被封。再见灵隐寺，再见灵隐寺的意思，灵隐寺可能马上，对吧？紫禁城的紫禁城在打绍兴蓝艇的问题不大，紫禁城还是挺稳。好，连五分方寸没中，方寸立盾可以，这比自作聪明，全部是立盾防你飞秒。流萤方寸拿一要素，主战方这边是开场是拿到了全场的，可以拿全场的一要素，只要对面不是马的情况下，或者马的状态消失的情况下，可以拿一要素。啊飞，但是这时候对面全是盾，有盾就不怎么飞得动。但是你这长神的护盾也得去破，不破的话，对吧？你这魔王，哎，这孩子怎么这种心力激发不会加吗？啊、哦，有盾不怎么秒得动。啊、哦，法防在疯狂的吸收伤害，三号法防要绿，他妈的，这三号法防不绿，这孩子你加心力激发可以吧？不要自动了。法防的话可以吸收伤害，对面吸收对面魔王很多伤害，因为为什么零九啊法防虫很多，但是175法防虫其实并没有那么多，零九动不动给你立四只五只法防，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来吸收魔王的一个伤害，因为零九之前都是魔王神木灵，都是传统法系没有女拔木，所以说法防虫啊还是比较舒服。那么主战方这边灵动还是要去打，再封这把叠花啊命中，对方说疯狂的玩法宝催眠再给中，可以。对面武装水 glass 水逼，你看上善落水涛哥，上善落水涛哥的意思把前面的上善落这三个字对吧，后面我的说你伤害的确高，第一狮驼果然名不虚传，是神又神了，别神啊，你这神扛不住啊，苏林宝宝轻了，水涛哥对面宝宝站得太稳，真宝哥就这样，他五只黄色童子啊，往那一站啊，就感觉你有点难受，不太好清。主战方这边法防虫全部被清，出了一只隐身来扛。那么对面魔王被睡啊，这回合，而且是没有牛镜的。主战方这边牛镜已经打起来，方寸有分身啊，有凝神，方寸状态还是比较好。再封狮驼命中，方寸接罗汉，炮不中女儿村，对战方也是打这个阵容也是用五行置换破甲女儿，但是对面狮驼领事被封印并不能够出手。哦，破血提前破一下，这狮驼领伤害真的好高，放下了没，狮驼领伤害太高了，半天都没点。冷气票都送那边送送啊，目前对吧还有四分钟啊，冷气票就要开奖啊，68的项目差啊，中了点杯新咖啡星巴克。好，套石头这把是中啊，观战这边也是五行置化的，也是五行置化的普陀，
两边都不需要波兰，因为打这个阵容的确波兰没什么卵用。扛不住，这伤害太高了。狗子这个时候也只能等等星元，我说实话啊，狗子也只能把星元等一等的，来手星元的话还是比较舒服的。你不来星元，节奏其实还是对面好，虽然对面风势没速度，但他宝宝太好了，真宝宝的宝宝就是无限有优势，打别的局。啊，罗汉也接得起来。那么上期回合的话，限制罗汉限制的比较好，所以说，主战方这边的血量暂时是没有压力的。如果罗汉限制不好，就对面就要开始飞秒。好，隐身虫开掉尸头，套女儿中，方寸被睡，方寸出不了手。方寸的宝宝被清了很多了，好，对方准备超飞，准备超飞。哎呦喂，他法师应该秒醒啊，法师应该秒醒。对面是超飞超秒，一波面伤直接给压制。可以神泪了，这高速宠神用还是比较舒服。这个时候也需要顶血，那么前期的药品还没怎么用，所以说这个高速宠一定要升。可以高速宠站住，可以给女儿顶。那方寸宝宝也得出来啊，你不出怎么办？对吧？上一回合限制了对面的超级鹰击，那这回合你怎么限制就是一个问题。这回合就不太能扛得住他的一个超飞。七十人，失心没中，可以给方寸顶了大，不顶大感觉每回合都很惊险。好，破甲狮驼，对家方狮驼你可以飞机的啊，开封印可以飞，他要超飞了，这周肯定是超飞，贴了一下，但方寸这个血量啊很恐怖，1900弹甲可以。直播买6000 ，OK， 6800，法师被封给顶大劲，法师反正还能扛得住啊，这波还行，头上都有灯，主要是，好，开女儿的宝宝也没飞，但这个时候配速种出的太多了，主战方这边无限的出配速种。关键这边石头里有金青了是吧，一直没用过破血，可能有金青了。请问这是直播吗？是的。好，女儿金青，方寸分身。好，珍宝格节奏太好，罗汉他觉得你普陀会出宠不会笑的，飞机出宠6700，是吧，这刀是暗爆。主要是对面罗汉一直接得起来，所以主战方这边有点难受。3800啊，这个面伤还是暂时能扛得住的。女儿一支力击被清，大金继续点人。五号一丝血，五号这法王他要保。这把对战方有飞。节奏还珍宝好，说实话啊，珍宝节奏要好很多。
林斯这边怎么说呢？你这对吧？伤害不怎么打得出去，其实对面完全能吃得了、吃得住你的伤害，但观战这边啊，吃不住对面的一个面伤。啊，笑了普陀，普陀这把应该是不太敢放吧，对吧？要放方寸，方寸这把是铁罗嘛？你看对面是反正很稳，血灯无限期，这个血灯那个血灯，只要你一回合输出不能持续，我就回个，对吧？很多血，再飞，破了分身，玩方寸有盾，还好这把罗汉是罗成，宝宝又贴飞一只。我这伤害啊太恐怖了，这种孩子一般特别耐的，魔镜孩子光辉再补，有罗汉关在这边法系也不秒，好力劈，正好这个血量，哎，这次没法打，太难了，打珍宝哥真的太难了，他这种法方这种狂神的你。啊，石头灵又被封，法师还得出宝，没办法，你不出宝怎么办呢？啊，对战方也是出了魔镜孩子，出了一只虚弱的阿金，师傅宝技能多神那种，跟这个没关系啊。68人气票，张先生中。张先生给我发个收款码好吧，私聊你了，张先生可以看一下私聊啊。对面石头里没变身，我可以控一波对面的石头变身。主战方啊，一定要抓住机会，但凡有一把星元啊，宝哥都扛不住。吹不中罗汉，哦，他的罗汉不会断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大特技衔接是真的做得太好，振作他。拿没办法，他的师徒啊，就是破血过来，一个破血一个宝宝，一个破血一个宝宝，另一只石头灵破血过去锁住，你看锁住没卵用。行，奈须弥一指搞定，就是灵隐他不会给灵隐寺特别多的一个进攻机会，因为他罗汉接起来啊，你即便你对吧，魔王出星元也好，苏东林出星元也好，我只要罗汉在啊，我就不怕你，因为你出完星元之后，即便对不对，你只要不把我人物单位全部飞死，你拉须弥也没用的，效率方寸。落魄贴中罗汉，不让方寸去笑喷火的，其实对面又开始破甲了，主战方这边法师可以，好，终于有时间加魔镜激发了，飞2600防御4000数据还可以5000，对面石头灵并出不了手，魔火焚是有罗汉扛得住，孩子飞了，法系没有输出选择，起了把牛劲来，可以力劈，慢慢找回一点节奏， OK， 很舒服，这时候节奏慢慢的找回了一点，找回了一点节奏，还行，
对面买宠神佑，舒服，神佑加承诺给你吃。好，那么现在对面没有罗汉，武装被碎，这一波的进攻节奏其实非常好啊，这一波的进攻节奏啊其实非常好。对面没有灵动，可以断他灵动，大飞大秒来一波。但前提得断他灵动，他灵动不在，你魔王有灵动，秒过去就贼猛，贼猛，只要爆一个七八千。好，飞镖破了分身啊，破了分身，给苏林顶灯要超飞了。好，灵动没断掉，方寸被封。好，给苏林顶个血，直接超飞，疯狂一击五千神了，破掉方寸分身，再来一下2900，对面有贴普陀2800暴击武装。可以要暴击武装，飞6000，再飞孩子4000，倒，飞狮驼4800，伤害在的飞魔暴击没有4700，对面魔起盾来魔火焚尸，魔火终于变色，3500、3800、4000，对面一片残血，宝宝飞俩很赚，节奏就是节奏。水攻出甲了，守着狮驼，如果狮驼这把狮驼只能起的比较好啊，效率控罗汉了，开始控罗汉，方寸赶紧补充控魔王，没有控中，可以电刀五行嫁给方寸，这把魔王还能炸，对面没有愤怒法系放的，可能狮驼令可能也有炸，狮驼令倒，普陀一死血，哦，狮驼令没死，下把主战方这边还能飞机，对面疯狂卡血，2600，疯狂顶血，疯狂顶血，但小四海被玉顶了一个，再来3900，疯狂的卡法系，我操，又神了，我去，这时候不能让他神啊，让他节奏要断，然后这边才有进攻节奏，对面的血量已经非常惨了。方寸有电刀五行有清净，方寸比较抗风，那么主战分边只要去保两个数据出手就可以了，狮驼令还可以飞啊，对面狮驼刚刚上把没死，可能神用了，对面的狮驼血线很残哦，二狗指挥的吗？不是二狗指挥还是什么？啊，封狮驼没有封中，狮魂对面武装中了，顺势而为控魔王，普陀有水吗？水清魔王，操你他妈怎么水清狮驼令搞什么？啊，对面狮驼金星回血，珍宝哥的韧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飞腾挪狮魂武装，狮驼你金星掉了，没有狮魂到，这把魔王没秒出去，秒出去普陀可能死。啊，牛劲，那么一回合两个输出是没有在一个节点上面啊，就威力就不是特别大啊，对面普陀的血很残的，魔王这时候有牛劲秒出去的数据会比较恐怖，那么这个时候主战啊，这边宝宝也是成型的啊，去，他妈了个逼！我跟你玩你妈！
再控你罗汉，罗汉还是要去控掉的。你这周罗汉对吧？最关键的催眠狮驼又没中，这周星元的星元的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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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珍宝哥先出星元温了，这把温了，珍宝哥先出星元温了，温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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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扛不住了，这咋扛啊？这咋扛啊？这炸了，倒了一个女儿村，这某个先出星元就扛不住了，这赌谁先出星元，这 PK 很简单的，没有那么多那个，就是谁先出星元对吧，铃铛啊，铃铛跑了一个，我们全线残血，还好他这把超飞是不能完成的。儿子啊，小雨过来跟爸玩一下，宇哥又看 PK 了，虚弥了，珍宝哥出完星元经常就这样直接虚弥，珍宝哥不会太给你太多的机会，其实他全换了，但法师这回会被睡。普陀1250，法连500，暴击，全换，他全换你就没有机会，你懂吗？愤怒点全部清空，跟秒一把，秒不到人，他血量很好，他完全可以出虚弥的。啊，主战方面速度里没变身了，这个节点啊，把握的太好。喝酒，出配速，普陀死，这把飞机扛不住。这把飞机咋扛？我刚才跟你们说过，这场 PK 就看谁先出星元，这场 PK 啊就是看谁先出星元。但凡灵隐寺这边如果先出星元的话，珍宝哥也适用局面一样的。但对面先出你就没有办法。因为他们都是两个传统的一个什么狮驼魔王，狮驼魔王对吧？其实两个输出系，但凡有一个出了星元，你飞秒对面没有罗汉或者对吧，他扛不住啊。主战方这边是被动接罗汉，没有办法啊，强行接啊，对面立盾啊，顶大金给女儿村阴击还行，那么狮驼里没死，还能贴一贴。好，黄金甲，这飞机还是扛得住，法系3500，秒过来还能扛得住变身先。啊，普陀拉起来继续给灯，2000丝血，但是对面有虚弥是吧？法系没有金青，给了群秒，拉起普陀，对面有虚弥，有藏神护盾，力劈轻型虚弥，女儿丝血，神用可以的，300，女儿站不住。女儿只能起来，这虚弥太猛了，给普陀顶了一血保普陀，方寸血也残了900，石头顶死，方寸也得死，吸收的，这宝是吸收的，好，普陀直接起来，直接拉石头埋宠，确保变身，这回合变的身，催眠失托没办法，这时候催眠失托的话也没办法去打失托，宝宝该顶血的还得顶血对吧，没办法去打失托，失托这个睡是一定被睡的，而且珍宝哥冲的时候还给你罗汉接起，对法师金青啊，上把金青就好了，法师其实法师如果上把不秒他就金青啊会好一点，有罗汉赶紧拉女儿，欢迎乐哥，乐哥打完了是吧，乐哥阿四扛不住了，阿四要被干了，阿四起来催魔王中，还在抵抗，刚睡醒啊，
对，打珍宝，应该是你们要打珍宝，应该你们要打珍宝。二狗扛不住，紫禁城危险了。紫禁城危险，紫禁城打绍兴兰亭也危险了吗？我看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打绍兴兰亭，我觉得挺稳的。你得相信银河。好，我这边金青，方寸分身，我们还能扛一扛对面魔王这把，毕竟是不能出手。主战方这边只要有大金顶上，问题不大。好，对面又是金青，他这个节奏太好，破血点女儿，还是让你女儿死，因为他只有一个单飞的话，效果不是特别。哦，牛逼，我服，你们服不服？反正我是服的，你们服吗？反正我是挺服气的。这把没罗汉了，太伤了。这把神了两次，他须弥神佑不是三回合没清掉一个须弥，是须弥神佑，你有啥办法？他须弥神佑你是不能不拉他神吧？紫禁城也被大克了，我操！那紫禁城这边稍微还好点，比对面要好一点，比灵隐寺要好一点，灵隐寺可能更惨一点。决赛不会绍兴兰亭打珍宝阁吧？绍兴兰亭也是我们六把的队伍，打珍宝阁也很正常。啊，普陀被睡。练到五星有吸收，人物还暂且站得起来，起来先立盾。普陀被吹，血灯点不上，主要是啊，对面魔王还是被吹。二狗在等星元，二狗也要等星元。二狗如果有星元的话，对面也难受。主播好像很歧视你们兰亭，没有没有，兰亭也挺强的。好，人顶大金，走投无路，催眠给普陀，还是没有催中，催中也没用，要开直接套石头不让你清虚迷，又是一把封印，但这把对面魔王不能出手，还好一点。哦，这是你中的是吧？我给你发一发。这须弥太狂妄了，还有人物都没死。好，风法系再中，催眠给普陀再立一把，中了。对这把还是封普陀，他是无限封普陀，出了个配。先立下给魔王没用，师伯买六千，买的再虚弥，可以五千一丝血，三昧真火烧掉，行，壁垒再跟，对面有石头另有天，对面还一只虚弥，最后一只，对吧？这是不能神，这是千万不能神，可以，啊，这是不神他就没输出这回合啊，如果秒出来关在这边女儿和方寸可能都要死，这只千万不能神，这把对面普陀被睡，主战方这边还有双峰式的控制。二狗还在等星元，还需要星元，必须等星元。
啊，风狮驼命中，再催武装，确保不能出手。OK， 全部封中，对面出不了手。恶魄魔王开普陀点灯，双灯，双灯，可以，双灯了。对面开魔王，想让魔王秒一把，再加先例，直接向行，可以。这几回合的节奏非常的好，对面没宝宝拍不了睡啊，没宝宝拍不了睡，只有武装的宝宝可以，对吧？怒吼的拍不了睡，两个单位被睡，可以有节奏。对战方这回合法系也是不能出手，可以控到法系两回合。那么主战方这边人物单位的血量可能慢慢涨上去，就普陀的灯啊挂起来可以慢慢涨上去，普陀自己也要挂灯，还没有灯的目前。老婆你来解说一会儿，我来带会孩子吧，我看你太累了。老婆你来解说一会儿吧，你跟他们聊一下。对吧，我来帮你抱抱孩子。咱们现在等灵隐寺出行，又飞了。对面配速可以开始考，狮驼这把飞机是考不出，但法系是不能出手，对吗？小孩子可以，鬼魂了。没事没事，妈妈去上厕所了，一会儿就来了。你看看电视，学学指挥，给我长大了做一个梦幻西游指挥怎么样？乐哥赢了是吧？啊，乐哥赢了。就等二狗后续杀法系两贴，但主战方这边魔王还没出手，这边风云变色秒了一把没杀掉，女儿死，方寸还没站得住，风云变色也秒2300，对面法系也死，可以愤怒清空。那么对战方狮驼岭是飞完了，下回合还能飞。主视角这边是给了一把破血，对面宝宝这时候也有点爽，其实啊这把没有破血直接破掉还是有点难受的。那这把就要考验主战方这边的方寸的一个东西，我估计这把、啊、对面武装路肯定是够的、啊、武装路应该是够的，所以这把要控制对面狮驼岭输出的话只能有一手办法，就是普陀丢武魂，没有第二个选择、啊、没有第二个选择。这把如果对面双输出全部打出来的话，主战方这边还是挺难扛的、啊、没有打出来就限制狮驼岭 就可以武魂，只能丢武魂，没有办法。普陀有金星，所以只能武魂嘛，他普陀武装肯定有路的，要舔一把，一定得舔。哎，狮驼岭舔了啊，狮驼岭是舔了。我他妈善恶，拉起女儿，拉人药已经不多了，其实主战方这边拉人药不是很多。给魔王冰雪，点用清波封住法系，他是觉得法系用龟速宝宝拉的，所以说。封住法系的话，他不让法系走最后一把秒，啊、这把方寸也是导致狮驼岭没有变身。嗯，他这把武装还有金青的。武装还有金星的，他普通武装两个金星点的，上把就两个金星点。
把武魂再丢，可以中了。他舔的是方寸的武魂啊，舔的是方寸的武魂。好，女儿失血挂着，恶爆贴不住啊，恶爆能破保护，上有上有爆的。拉起方寸再给吹，好，力劈新小孩，拉普陀，普陀竟然没动。这两把他石头林舔的很关键，他还有三回合的一个变身，也就是说只能走一把飞机。长风石头再吹普陀，咱们这把普陀没有吹中，对面也吹普陀，驱魔砍还行。两人无端无端站住，善爆了，善爆主战方被秒就站住，拉起石头，再开法器，一拉一开变身，很细节，很细节，很细节，真的打得很细节，非常非常细节。这时候但凡出一点错误啊，欢迎乐哥。这时候但凡出一点错误，零影四就直接崩了，没有办法，很细节，打得非常好，其实。二狗很想赢，太想赢了二狗。雪灯现在暂时是全部挂上了，现在雪灯暂时全部挂上了。对战方也没灵动，主战方这边也没有灵动，两边其实都没有灵动。但是珍宝的血量要好很多。好，莲雾再封法器，催眠再给普陀进去，可以。普陀效力，看普陀的愤怒，普陀不会放是吧？普陀没办法放，再无魂石头。魔镜一拉一开，再舔过来，舔过来，硬出来，硬出来就要死很多，死一片。但法师被封住，法师有贴，有贴就不死。还有一只一号上药虫，普陀死，普陀肯定死。好，神一个，反飞。但魔王秒不出去，上药虫还能杀一个人，其实除非出善宝。除非出善宝，对战方也只有一只善恶宠可以出善宝，要不然肯定死人。可以善宝，必得清理善恶。哦，这个服务器啊，真的是超烦，真是太烦了。恶宝3500没连，孩子起来晕了，这服务器太能省。能看魔王，黄金救人。魔王能开应该不会去走大特。扛不住，扛不住，尽力的尽力，二狗尽力，二狗是真尽力，没有拉楞药了，拉楞药不够，拉楞药不够了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已经尽力了，没有拉楞药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拉人药不够了，普陀都没，对吧？普陀都没动，没拉。怎么了，宝宝？哎呦喂！边抱儿子边给你们解说，也是真的，没有拉人药了，二狗真没有拉人药了，已经没办法了，打的没办法了，就用光所有拉人药了。后期衔接不上了，就没那么多拉人药衔接不上。
打其实可以了，二哥。谁上？宝贝哭啊，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站起来了。哦，不哭。